朋友、小朋友，欢迎来到12月22号星期二喽！下午4:20，跟圣诞老人一起过圣诞的 CMCO December， 同学们，你们到了吗？嘿，圣诞快乐，圣诞快乐！好多小朋友跟老师说圣诞快乐。刚刚老师还没有进来之前啊，老师看到很多小朋友跟老师说早安哦。嗨，你们好，圣诞快乐哦。 OK， 欢迎大家来到这项多姿多彩且富有用心的网络直播教学课程哦。我们这教学课程是由雪龙宾州华小校长理事会、谷歌 EduSpec Dynabook 联合在这个冬天里面，为了孩子，为了明天，送上一颗温暖的小火苗。Hello Hello， 哎，还有小朋友跟老师讲早安，哎，老师怀疑了，现在是早安还是午安啊？现在是早安还是午安？好多圣诞树哦，好开心，好开心，好开心！哎，我们要去冒险，对的，我们这个圣诞呐，就是富有意义的。OK， 我们会去冒险，会去做一些温馨的事情，会去在里面呢，在这个圣诞村里面会有很多奇遇记啊，会有很多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哦。好的 ，Hello， 哎，我看到你们了，秋月这儿 ，Hello， 秋月这儿，你到了，对的 ，Calvin 也到了，对不对？啊 ，Calvin 也到了，今天也是看到了 Calvin。Hello， 同学们，有同学问啊，请问老师，那个我们的昨天的那个文凭收到了吗？应该是还没哦，应该是还没。今天老师要再次提醒大家，看一下老师的荧幕，你的名字看到吗？要大写的。记得名字要写好好，写对对哦 ，OK， 要写大写的，要大字母哦。你是几年级？你要选对哦。还有就是你 SJKC 这样子写 ，OK。然后你的学校名字全部用大写，好不好？全部要大写的，还有名字就写英文就够了，不用写华文，因为老师昨天收到的啊，有华文又有英文，就很。多不同的东西出现，然后大字母小字母那个就不整齐了，因为我们的文凭就要美美漂漂亮亮的，对不对？所以就全部写大字母就好了啊，全部写大字母就好了。同学们有没有收到？有收到的话呢，在 chat box 打222给老师看，有明白老师讲什么吗？ OK， 全部文凭记得你给我们的那个名字啊，学校啊，全部用大字母。有收到打222在 chat box 里面，那在 chat box 里面打222给老师知道你有收到，你知道老师讲些什么。Yes， 我看到了乌威静。Yes， 啊，对，还没收到的老师应该还没有发出去。老师要看一下我们在 Dynabook 的小朋友们，有谁在我们的 Dynabook 平台呢？啊 ，Tony Cha。修缝透偷修缝应该是 JJ 蛋 JY 蛋啊Keith 啊，我看到了，很好，谢谢你们啊，记得哈，所以今天老师要看你们给老师的资料是全部写大写就好了，不要写华文名，写英文就好了。 OK OK， 好，谢谢你们。哎，来，同学们准备好了吗？你的材料有准备好吗？你的剪刀啊，江湖啊，纸张啊，啊，有吗？今天呢要准备一些材料，因为待会儿老师会教你们做一些小手工啊，做小手工的。如果写小写可以吗？哎，老师讲写大写哦，你写小写就不整齐不漂亮了，好吗？拜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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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写大写不要写小写。还有人问老师可以写小写吗 ？Christine 老师讲写大写，他讲写小写，你们告诉我怎么办呢？老师要哭哭了，你们全部写小写的话 ，OK， 全部写大写，不要写小写，不要写小写哈，谢谢你们。好，来，同学们，我的妈妈说不可以，你妈妈说不可以什么 ？OK， 好，还会发给我们吗？
搞错了还会发给我们吗？如果你是昨天有写错的话，老师还会发给你们的。只是从今天开始，就希望大家呢，OK 合作，OK 把它写回去，全部大写的好吗？只不过呢，记得哦，不要回答问题的时候一定要选对的答案，才会有文凭哦。如果你没有收到文凭，就证明啊，可能你的资料写错，可能你的 email 写错。可能你选的答案是错的啊，所以就没有办法咯。OK，所以我们给的问题呢都是很简单，跟当天的课呢上的课是有关系的。如果你是有听课，你有注意的话呢，你一定会的，你一定会。OK，你不会答错，你一定答对，明白吗？对的，是的，一定要做，对。啊，可以啊，一定要做嘞！我们都是守规矩的好孩子，快乐学习，不分年级，专心学习啊，不分周数，不分学校。哎，有同学又问老师有卡混吗？现在我们不是上正课，所以呢，可能是不会有卡混的哦，小朋友们。OK，可能是不会有卡户的，因为我们现在不是上正课，我们上的呢都是一些属于活动类的，OK，比较轻松的啊。我们去探险啦，啊，探险的话呢就不会有卡户的东西啦，暂时。如果有的话，老师会告诉你们哈。一个人心有顿时觉，语言就多美丽。我知道这边的小朋友都是很懂事的，所以你们的语言都是很美丽的，OK，很美丽的。老师相信你们哈。然后呢，可以欢迎看重播，但是我们的文凭呢，只发给看直播的小朋友啊。所以你的朋友如果他们要文凭的话呢，记得鼓励他们进来看直播啊，记得鼓励他们进来看直播咯。善用我们的留言平台与老师做互动和交流。诶，我看到一个，哦，有同学问老师几时才上正课？正课的话呢，就可能是要等到开学咯。OK，可能要安排在开学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上正课，好吗？不分种族，有些小朋友说很好，不分种族。OK，尊重以感恩授课的老师，时时刻刻送上感谢与祝福啊，好棒！诶，什么东西呀？哦，老师讲什么？OK，在 Facebook 里面呢，有一位小朋友问老师写什么？这个 Vinny Wong，OK，Vinny Wong，老师刚刚讲的呢是说，待会老师会给你 scan 一个 QR code，然后呢，你在里面填写资料，就是里面要写自己的名字啊，OK，你的年级呀，还有就是你的学校啊，你要写大字母，用大字母来写，OK，不要放小字母，明白吗？好，来，我们在那个 Malaysia 的 YouTube 频道，你已经 subscribe 了吗？有开小铃铛吗？OK，然后呢，你有按 like 吗？有 share 出去给你的小朋友的，你的其他的小朋友吗？有吗？OK，记得哦。还有我们的 Facebook，我们 Facebook 你打 Dynabook 就可以找到了，记得 like 和 share。Hello, Ethan，我看到你了，Viking 啊呀，你们都是我们的 top fan，OK，你们都是很 support 我们的，谢谢你们哦。好，来，刚才做什么？一下子 stop 掉了，OK 啊，今天我们要来听故事，这位叔叔叫做胖兔兔，所以待会胖兔兔会跟我们来讲故事，分享的快乐。你们觉得分享会很快乐吗？待会你听了故事就知道了，好吗？好，我们就事不宜迟了，我也很想听故事，Christine 老师很想听故事了。好，来，你们准备好的话就刷一排爱心，刷一排爱心呢，我们现在就请我们的胖兔兔出来为大家讲故事喽。Hello。小朋友们好，大家都看到我吗？哎，我听说待会儿好像有个叫胖兔兔的哥哥叔叔要来给大家讲故事哦，来，我们来个掌声鼓励好不好？好，看一下你们的爱心跟掌声鼓励鼓励。但是我跟你说，有一只好恐怖、好恐怖的霸王。
告诉我躲在下面哦，好怕，好怕，好怕！哎，我好像嗅到有兔子的味道。哎，小朋友，你可以跟我说那一只兔子在哪里吗？可以跟我讲吧，在哪里那只兔子？快点，快点，快点！有谁可以跟我讲那只兔子在哪里？我的肚子饿了。哎，你们在看什么？啊，对哦，听说等一下有一位叫胖兔兔的叔叔要给你们讲故事，对不对？哎呦，讲故事好，我也喜欢。我去找个东西吃先，我的肚子好饿了，我要吃那只肥肥嫩嫩白白的小兔子，哈哈哈哈！啊，吓死我了！哎，假如你们跟他说我在下面，我就真的要死掉了。还好，我看到有人出卖我，那个是谁来的？我看到有人出卖我，下面，那位叫陈子峰的，竟然跟他说在下面。在下面，出来我，还好啦，没有看到，吓死我了。哎，我们来掌声鼓励鼓励鼓励，欢迎我们今天的老师胖兔兔。哦，哇，小朋友们好。我看到有人出卖我，刚才谁来的？竟然跟那一只霸王龙讲我在下面，实在是太恐怖了。哎，大家好，我叫胖兔兔。哎，为什么叫胖兔兔呢？因为哦，我的名字里面有个板，然后我从小就很多人叫板尼板尼板尼，而且我自己又很胖哦，肚子很大个，所以就叫胖兔兔。哈哈，我的英文名字叫 Fatty Bunny。我时常有去医院给小朋友们讲故事，我都是用这个名字，所以下次你听到胖兔兔啊，你知道就是这个脸了，哈哈哈哈。好，小朋友，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因为呢，今天是胖兔兔给你们讲故事，所以呢，我就先来第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呢，将会跟我们今天的主题有关。我们今天讨论到分享的快乐，对不对？所以呢，当我们讲到分享的快乐，我们就先要知道什么叫快乐。来，小朋友们，你们可以跟我讲一讲一下，什么东西会让你觉得快乐的呢？来，我来看一下，有没有吗？有哪位小朋友？什么东西会让你觉得快乐呢？有些人跟我讲说，老师，我觉得吃很快乐耶。老师，我觉得玩好像很快乐耶。让我们一起去圣诞冒险。哇，你们昨天已经冒险了啦，今天就不要再冒险啦。今天我们来听故事好了。妈妈爱我，圣诞节开心快乐玩耍。啊，刚才我看到小朋友问我，老师，我们可以开开心过圣诞节吗？可以，我们今天就来学习一下到底这个快乐是什么。耶、yeah ！好，现在我们来看我们的这边的 PowerPoint。好，首先呢，我会给你们讲第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什么呢？好，这个故事呢就叫做逃家小兔。哎，你们看到吗？逃家小兔。等一下哦。啊，看到了。对，这一本绘本呢，逃家小兔。它是由玛格丽特怀兹布朗写的，然后由克雷门赫德画的。然后由黄旧玉翻译，明天出版社出版。来，我们来看一下到底这一本绘本会讲什么东西。在还没有开始之前哦，我想问一下大家，小朋友，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超人变身？超人变身是怎么变的？超人变身它有个动作，就是我变啊。
啊，不用怕啦，你们在家里没有人看到你们。来，我们一起做，一二三，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啊！这个动作很重要，这个动作哈，当我们听到说妈妈要变身的时候，我们就要一起做这个动作了哈。所以你们跟我一起做好不好？来，可以跟我一起做的，给我一个一好吗？可以给我一个一吗？不要笑了，我那么可爱，你不要笑我好不好？好，来，等一下我们一起做这个动作哦，一二三，就是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好，来，我们故事开始了。很久很久以前啊，有一只小兔子，嘿，这只小兔子啊，就是刚才你们看到那只小兔子，嗨，这只小兔子哦，怎么说呢？他有一天啊，就跟妈妈说：“妈妈，我觉得，每天待在家里好闷呢，我要离家了，我不要在家里了，我要去找快乐的事情。”哦，小朋友，这只小兔子它还要去找快乐耶，到底什么东西会让它快乐呢？然后妈妈就说：“哈，不要紧，因为你是我的宝贝，所以呢，不管你去到哪里，妈妈都一定会陪着你的。”他说：“哼，妈妈，你知道吗？我就好像孙悟空一样，嘿，我有72变，哇！来，我们来看一下，他第一个要变什么？小兔子就说：哼，妈妈，你追我不要紧，我跳进小溪里面变成小鱼，那你就追不到我了。”妈妈说：“不要紧，哈，我的小兔兔会变，我也会变呢。”小朋友，你们觉得兔妈妈会变什么呢？来，我看一下哪一位小朋友很聪明的，知道他会变什么东西。来，一二三，有谁知道的？来，写在 chat box。到底妈妈会变什么呢？好可爱的兔子，对哦，变成渔夫，对了，来，我们来看一下，对不对？好，来，我们一起变哦，一二三，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哒哒，哇，对，你看，妈妈真的变成渔夫了，而且你看妈妈，你看妈妈用什么来钓那一条小鱼吗？嘿，妈妈竟然用胡萝卜。小朋友，你有看过渔夫用胡萝卜来钓鱼的吗？哎，没办法，因为这只是小兔鱼。然后小兔子就说：哼，不要紧，妈妈既然变成了渔夫，不要紧，我现在要做的就是我要爬上高山变成石头。小兔子竟然要变成石头，这一次你觉得妈妈要变什么呢？小朋友，来，这一次小兔子要变石头了，妈妈要变什么？来，有谁知道的？来，我来看一下，登山，好像是哦，妈妈的装备好像要登山呢，嘿，好，来，我们来看一下，不过在还没有看答案之前，我们要一起变哦，准备，一二三，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哒啦，哎，对了，妈妈竟然变成登山的人呢，哇，哎，但是小兔子在哪里呢？小朋友，你可以帮我找一找小兔子在哪里吗？跟我说在山的哪里，山下，山顶，山腰，在哪里呢？有人说变矿工，哎，不错下，但是这一个还是说登山者哦，在上面，对，有人看到了，对，小兔子就在这里，哈哈，哎呀，小兔子说，糟糕，被妈妈找到了，找到了，不行，不行，不行，我要再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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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他要变成花朵，哎，小兔子这一次要变花朵，那妈妈要变什么呢？小朋友，来，现在小兔子要变花朵了，妈妈要变什么？来，我要看一下，有谁猜到了？
变成农夫，诶，不错不错不错，还有吗？还有吗？变成园丁，哇，不错不错不错。好，我们来揭晓答案，准备你的动作。我们要变身了，一二三，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哇，答案揭晓，我对了，妈妈变成了园丁，哈哈哈哈，妈妈说，我找到你了，兔子在哪一朵花呢？小朋友，你可以帮我数一数在第几朵花那边吗？我找不到兔子诶，你可以帮一帮兔妈妈吗？可以吗？诶，第二朵，来我们看一下对不对，一二三，哒哒，对了，真的在第二朵，非常好。来，吼，兔子说，不行不行不行，妈妈太厉害了，连我变成花朵也可以把我给抓着，哼，糟糕，怎么办呢？不可以再给妈妈，妈妈做到了。我要变变变小鸟，哈，我只要飞上天空，妈妈就捉不到我了，哈哈哈哈哈！我要变兔子鸟，兔子鸟，兔子鸟。小朋友，这一次小兔子要变成兔子鸟了，那你们觉得妈妈要变什么呢？妈妈要变什么才可以把小兔子给捉回来呢？小朋友可以猜一下吗？猎人，不行啦，猎人一射那一只兔子就死掉了啦。还有什么？老鹰，老鹰不行啦，等一下把兔子给吃掉了。小朋友，你们有想过到底小鸟会在哪里筑窝吗？还在哪里做窝呢？有没有想过小鸟会在哪里做窝？飞机、老鹰，哇，你们太厉害了，云朵。好，来，我们来看一下，准备，我们要变身了，答案揭晓，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哇，妈妈变成了一棵兔子树。妈妈说，来来，小鸟来抱抱，小兔鸟来抱抱。哇，这个时候啊，小鸟看到，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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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转，我要转转转转，耶！哇，小鸟在瞬时间转了方向，他说，好，这次天空不可以，我要变成水上的交通工具，帆船，哈哈哈，我变成帆船了。这一次我看一下妈妈还可以怎么来捉我，哈哈哈。我现在变成帆船了，小朋友，请问现在小兔子变成帆船了，妈妈要怎样把它带回家呢？怎么办？来，想办法变成海潜水员，哇，你们好厉害，风，海，风，变成什么？好，船，哇，潜水员，你们好厉害。来，我们来看一下到底谁的答案才是对的，准备，答案揭晓，一二三，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哇，妈妈变成了风，她说，哈，宝贝，我要把你吹回家了，呼呼呼。这个时候小兔子说，不行不行不行，妈妈太厉害了太厉害了，我要再变变变，我要变进马戏团里面，哈哈哈哈！这一次我要做空中飞人，哈哈！妈妈，这一次我做空中飞人，你应该捉不到我了吧？哈哈哈！这个时候，妈妈说：“宝贝啊，不用担心，你做空中飞人其实很危险的，你知道吗？你做空中飞人，妈妈也有办法给你捉回来，哈哈哈！把你给捉回来，来。”现在妈妈要变什么？来，我来看一下，小丑、驯兽师、观众，哇，你们好厉害哦！哇，什么答案都有，鸟，还有什么？来，我们来看一下，外星人，连外星人都跑出来了，你们太厉害了！来，我们来看一下，来，答案揭晓的时候，准备要变了没有？一二三，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哇，对了，妈妈变成走钢丝的
人，他说来宝贝宝贝宝贝过来过来，妈妈在这里，妈妈在这里，妈妈抱抱抱抱。哇，这个时候小兔子看到不行不行，我要变变变。小兔子说哈，我这次变小男孩，哼，我躲在家里，嘿嘿，妈妈找不到我了。小朋友，这一次小兔子要变成小男孩，兔妈妈要变什么呢？兔妈妈要变什么？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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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兔妈妈要变什么？变变变变妈妈。嗯，不错。哎，变妈妈。哇，全部的答案都很一致。变妈妈，变妈妈，变妈妈，变母亲，变妈妈，变妈妈。来，我们来揭晓答案。准备，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哇，对。妈妈哎，兔妈妈呢就变成了小男孩的妈妈。兔妈妈说啊，哎，宝贝，来坐在妈妈的腿上面，来，我们一起来唱歌。世上只有妈妈好。哇，小朋友，这一只小兔子说啊，妈妈你太厉害了，不管我怎么变，你都还是可以把我给捉回来。嗯，妈妈，我觉得最快乐最开心的地方还是回到你的怀抱里面。好吧，我就哪里都不去了，我就在这个小洞穴里面陪着你。我吃萝卜其实也很开心哦。所以小朋友，其实快乐是什么？快乐啊，其实只要我们觉得舒服，不管在家里在哪里，嗯，其实只要开心舒服，我们都会觉得快乐。所以小朋友哈，嗯，你们这几天在家里快乐吗？对，世上只有妈妈好啊。这几天呢，你看你们在家里，爸爸妈妈陪着你们，爸爸妈妈给你们快乐，你们有没有跟爸爸妈妈说一声爸爸妈妈我爱你呢？嗯，很多的小朋友上了小学之后好像都不敢说我爱你了，也不敢去抱抱爸爸妈妈。我来看一下，我来调查一下，这边有几个小朋友睡觉之前还会去抱抱妈妈，抱抱爸爸，跟爸爸妈妈说我爱你的呢？来，我来看一下，我来看一下，有有有。哇，好乖，这边的小朋友，嗯，哇，有小朋友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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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我知道很多小朋友长大之后好像都不敢去抱爸爸妈妈，觉得很羞，对不对？不要紧的，因为我们爸爸妈妈呢，你看啊，我们这段时间在 CMCO 期间也是爸爸妈妈陪着我们，所以爸爸妈妈其实很重要哦，我们很多的快乐都是从他们那边得来的。好，不要紧，没有不要紧，我们可以慢慢的去改变一下。好，我的第一个故事就讲完了，小朋友，嗯，好。你们觉得第一个故事好听吗？好听的话可以给我一个爱心一下吗？嗯，来，我来看一下。我看到很多小朋友都写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哈哈哈哈。对，这一本故事这一本绘本最喜欢的就是我变我变我变变变。老师在医院讲故事的时候呢，基本上有讲过这个故事蛮多次。医院的小朋友都是跟老师一起做这个动作，我变我变我变变变，而且一做过后他们就不能停了，就一直我变我变我变变变。OK， 来，第二个故事要讲什么呢？刚才有小朋友问我，老师，我们可以开开心心庆祝圣诞节吗？好，第二个故事就给你们讲关于圣诞节的故事，好不好？好。第二个故事来给你们讲关于圣诞节的故事。来，这个圣诞节啊，有一个人物很重要很重要，你们知道是谁吗？来，我来看一下，谁知道的这个圣诞节很重要的一个人物是谁？传说中啊，他在那个圣诞节前夕那个平安夜呢，他就会来给所有的小朋友
给所有的小朋友送礼物。哎呀，小朋友说要讲怪兽的故事，有，我有怪兽的故事，不过这一次不讲怪兽的故事，因为啊，对， Santa Claus 圣诞老人，对对对对对哈。但是你知道吗，其实有时哦，圣诞老人哦，他也会有小小的出错的地方，到底他是怎么出错呢？来，我们来看下一个故事，从窗外送来的礼物。来，我们来看一下，到底这一本绘本要跟我们讲什么东西呢？好，我们来看一下，从窗外送来的礼物，这一本绘本啊，它是由五味太郎画的和写的，然后呢，由原渡镜子翻译，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来，我们来看一下到底这一本绘本要跟我们讲什么。哦，圣诞节到了，小朋友你们有没有看到，诶，其实这一面已经有圣诞老人的手了，在哪里呢？谁可以跟我讲，有看到圣诞老人的手吗？在哪里？有看到吗？我在这里，哈哈，圣诞老人说我在这里吗？哈哈，啊，对，在送礼物，对，就在窗口。哇，来，我们来看一下。哦，瞧，这应该是圣诞老人吧？对，在窗口外面。来，圣诞老人在这个平安夜到底要做什么东西呢？啊，你看他的背后，哇，背着一大袋的东西，那个一定是圣诞礼物了。嘿，来，我们来看一下圣诞礼物要送给谁呢？这一位啊，圣诞老人啊，他说，嘿，我们来到第一家了。哎，第一间家是谁的家呢？小朋友，你有看到是谁的家吗？来，看到是谁的家？诶，我看一下，诶，哦，对，小老鼠，对，小老鼠的家。圣诞老人说，哎，小老鼠的家，好，我要送什么呢？好，我就送他一双帅气的长筒靴，哎，靴子吧。哇，想必这一只小老鼠一定会很开心，很开心，很开心了。好，现在呢，圣诞老人说，好，我要去第二间家了。这一间家是谁的家呢？诶，好像是小猫咪的家哦。小朋友，你们觉得好像，哎，这一间家是小猫咪的家吗？你觉得是小猫咪的家吗？咦，好像是哦，猫哦。我们来看一下。哎呀，原来好像不是猫，诶，是一只小猪。你看，这一位圣诞老人呢，送给他蝴蝶结，但是小猪的头上没有头发，他要怎么绑蝴蝶结呢？糟糕，哦，这只小猪，你觉得他会开心吗？来，我们继续看一下。这一间又是谁的家呢？好像是斑马的家哦。诶，斑马的家，这样我就送他这一条围巾吧，他圣诞节的时候就可以怎么样，就可以绑围巾了。糟糕，小朋友，好像不是斑马，诶，是什么来的？好像不是斑马，诶，有人说是鹤，还有吗？有人说是马来貘。这一只啊，这一只应该是鸵鸟吧。你看，糟糕，三只鸵鸟要怎么绑这一条围巾呢？有人说是天鹅，有人说是鹅，有人说是鸵鸟。我们来看一下到底它是什么。好，哎，这一间家黑黑的，应该是没有人在家吧，没有人在家，这样还要送礼物吗？想想一下，
既然没有人在家，那我就不送礼物咯。糟糕，原来这间家有人呢，是一只大熊哦。像这只黑熊不是没有礼物了吗？黑熊如果没有礼物，它一定会很伤心了。怎么办？怎么办？黑熊第二天醒来就没有礼物了。所以啊，小朋友，我们看东西真的是不能够看外表哦，我们真的是要看进去才可以哦。你不看进去的话，就像这样了。你看，黑熊没有礼物了。好，圣诞老人说不要紧不要紧，来我再去下一间家啊，这间一定是小狐狸的家。小朋友你们觉得是小狐狸的家吗？来，有小朋友说完蛋了啊，没有啦没有啦，还不会完蛋。来哈，小朋友你们猜猜这是谁的家，是真的是狐狸的家吗？是狐狸的家吗？还是有其他动物的家？来我们来猜一下，鸵鸟的家，狐狸的家，还有吗？还有吗？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小哎？还有什么动物？来，小朋友，刺猬的家，呜、哦，好厉害哦！你们，今天我们都是来猜的。刚才那个小兔子的故事也是猜的，这个也是猜的。老虎的家，哇，好厉害！你们刺猬、老虎、骆驼也跑出来了，鳄鱼、狮子，我的家。好，我们来看一下答案揭晓，一二三，原来是鳄鱼的家，糟糕啊！圣诞老人送他这一顶尖尖的帽子，他要怎么戴呢？他的头上都没有尖尖的刺啊，他要怎么戴呢？糟糕！来，我们来看下一间家，好恐怖诶，好像是鳄鱼的牙齿，小朋友。你敢把手伸进去吗？好大的鳄鱼啊！对对对，刚才那只鳄鱼真的好大只哦。小朋友，鳄鱼的家吗？你敢把手放进去吗？好像很恐怖耶，鳄鱼的嘴巴正开着，你的手一放进，啊，我的手不见了！怎么办呢？真的是鳄鱼吗？真的是鳄鱼吗？恐龙，连恐龙都出来了，怪兽！还有吗？还有吗？怪物、兔子，哇！怪物、怪兽、蛇、bunny， 来，我来看一下，还有吗？恐怖的家，对，真的很恐怖，给到我，我也不敢把手放进去。狮子、狗，哇！你们太厉害了，什么动物都跑出来了。我们来看一下，一、二、三，哇！原来只是兔子的家啦，那个是兔子的耳朵，它长长的耳朵。哇！刚才有好多小朋友好厉害了，竟然猜对了。对，就是兔子的家。糟糕，这一次你看，圣诞老人只送了一件暖衣，这边有多少只兔子？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只兔子怎么穿一件暖衣呢？嗯哼哼，这次我看这八只兔子要抢衣服穿了，哈哈哈。我们来看一下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好，这一位圣诞老人啊，很开心的啦啦啦啦啦啦啦，我要去下一间家送礼物了。哇，不错，这间啊应该是一对双胞胎的家哦。好，我就送他两份礼物。小朋友，你觉得真的是双胞胎兄弟的家吗？挤在一起，哈哈哈。对，现在有 COVID-19 不可以挤在一起。来，我们来看一下，我来看一下，你们觉得真的是小男孩的家吗？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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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到底是谁的家？来，我们来看一下，一、二、三，答案揭晓。哇，原来只有一个小男孩，他很聪明哦。他把另外一个气球也绑在椅子上面，所以看起来好像有两个男孩。就这样，他拿到了两份礼物。哇，他一定会很开心，很开心，很开心了。哇，对，全部要谢谢。这位小朋友很好哦，
这位叫什么名字啊？这位小朋友灿庸敲 Annabelle， 哎，不错，好，对，我们要学习分享哦。哎，圣诞老人也是人嘛，所以偶尔也是会出错，不要紧。就好像我们平时有时也是会出错啊，不要紧，不要紧。现在我们就想办法要怎么处理这个问题了。我们来看一下，到底动物们第二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对，我们不但不能怪圣诞老人，我们还要谢谢圣诞老人哦，因为他给我们送礼物了。我们来看一下，一、二、三。你看这一只小猪呢，就很不开心啦，说：“哼，你耍赖皮，耍赖皮！明明就只有一个小男孩，你竟然绑着一个气球，拿了两份礼物，不公平，不公平，不公平！”小男孩，听一下，对呀，我拿了两份礼物，好像不太公平耶。小朋友，你觉得小男孩会怎么做？你是小男孩，你是小男孩的话，你会怎么做？小朋友？假如你是小男孩，你会怎么样？交换礼物，不错，叠加力，不错啊！来，我们来看一下，还有呢，要分享交换礼物，要分享交换礼物。哇，这边的小朋友都很棒哦！哎，这边 Wendy 很棒，他说把礼物送给小熊，我们送给黑熊啊！我们来看一下，一、二、三，哇！小男孩说来。黑熊，你们要礼物，我就把这一架飞机送给你吧。哇，黑熊说，我真开心，我真开心，我真开心。哇，你看，大鳄鱼真的把帽子戴在他的背后了。最开心就是谁呢？哎，就是那只小老鼠，它有靴子穿。哎，你看，鸵鸟呢，他们三只也一起分享哦，分享那一条围巾。然后诶，刚才有位小朋友猜对了，小猪猪真的是把那个什么，把那个蝴蝶结绑在尾巴上。小朋友，我有个问题耶，这边好像少了一只动物，你们有发现到少了什么动物吗？小朋友，你们有发现到少了什么动物吗？来，我们来看一下，看一下有谁发现到兔子，兔子呢？兔子呢？I'm sick 啊，哎呦，生病就要好好休息咯。黑熊说谢谢，非常好，对对对，小朋友，当别人送你礼物的时候，你就要说谢谢了，非常好。哇，对对对对，兔子 rabbit 不见了，兔子跑去哪里了呢？我们来看一下。哎呀，八只兔子，他们在想着我要怎么样穿这一件这么大件的暖衣呀、啊！小朋友，这八只兔子还在伤脑筋呢，到底我要怎么穿这一件暖衣呢？所以啊，小朋友，这一本绘本呢讲到这里哦。对，刚才有小朋友就问我，老师不是要做手工吗？对对对对，现在我们就是要开始做手工了。我们要做什么手工呢？我们要做的就是这一棵圣诞树。哎，小朋友，昨天我看到仙女姐姐有带你们去游那个圣诞老人的村庄，对不对？啊，对对对，今天呢我就延续昨天呢 Sandy 老师讲的那一个 Sandy 老师讲的那个什么那个圣诞树，对对对，我们今天会做这一棵圣诞树。所以呢，你们其实什么颜色都可以，这棵圣诞树呢老师有做过小的，有做过大的啊，还有五颜六色的圣诞树。小朋友啊，你们准备好你们的器材了没有？因为我担心说有些小朋友可能家里没有浆糊，所以呢老师今天用的那个道具很简单，我的用的工具很简单，就只需要两样东西，纸张和剪刀，纸张和剪刀，可以吗？你们都有准备到吗？纸张和剪刀青色可以，青色也可以，可以用其他的颜色。对，我们今天会做圣诞树。哇，双子座的小公主啊。好，可以可以，好，
所以你们有准备到什么颜色纸，你们就用那张颜色纸就好了。好，现在我要麻烦我们的技术部分的叔叔来看一看一下我的样子了。好，滴滴，我的兔兔样子。好，小朋友，我们要开始做手工了。我今天讲的两个故事都是跟兔子有关，因为我就是胖兔兔。好，我们要开始做我们的手工了。好，大家都看到吗 ？OK， 好的，来我调一下我的镜头。好，所以老师这边准备了两张不一样颜色的纸张。OK， 你们有什么颜色，你们可以用什么颜色都可以。假如没有颜色纸也不要紧，你可以先用那个白色的纸张，然后你可以再用有时间你们可以再做其他的再做的另外一棵树。好，现在我先用蓝色这一张好不好 ？OK， 好，老师要开始咯，准备好你们的剪刀了吗？哈，每次老师做手工的时候，老师就会特别提醒一样东西，小朋友、大朋友、小朋友，假如你们还不会用剪刀的话呢，记得要爸爸妈妈陪你们一起做。假如你还不会用剪刀的话，要爸爸妈妈陪你们一起做。好，剪刀怎么用呢？来，基本的开始。关开，开关之后你要推去前面哦。你不需要剪先，小朋友你们不需要剪，我只是给你们看怎么做，怎么用剪刀而已。OK， 好，我们要开始第一个步骤了。OK， 第一个步骤呢是怎么样呢？上面这一条线，我要把上面这一条线折过来，旁边这一条线就会变成上面有个三角形。下面有个长方形，看到吗？老师这边有点暗。好，折成一个，上面有个三角形，下面有个长方形，然后稍微按一下，可以吗？然后你就可以拿到上面一个三角形，下面一个长方形，有没有？好。接下来第二个步骤呢，只要你们沿着下面这一条线剪出来，我只需要用到上面的三角形，我只需要用到上面的三角形，所以要沿着这一条线把它剪出来。老师开始剪咯，你们准备好了吗？好，剪了，我这边就只有一个三角形的，你们都做好了吗？好了，给我一个 OK 好不好？ Done， 好了，很棒哦，好了，来 Done， glue 不需要了，浆糊不需要，因为老师担心有些小朋友的家里没有浆糊，所以我们不需要用到浆糊了。还有吗？OK， 好，基本上大家都应该好了，对不对？现在呢，我要你们把这个三角形这样以这个方式来握着，然后呢，把这个角折上来，这个角折上来，OK， 看到吗？我要你们把下面这个角折上来，然后你们就拿到一个这样子的形状 ，OK， 好了吗？然后老师要你把它转去后面，再把这个角折上去。好，好了吗？好的，所以你就拿到一个 diamond shape 的东西，有吗？好。接下来呢，老师要你们这样子握着 ，OK， 胖土豆要你们这样子握着，然后呢，来打开中间，中间这边打开，
然后往旁边折。好，然后你们就拿到一个三角形，有吗？有拿到这样的三角形吗？你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它有三张纸，四张纸，一、二、三、四，有拿到吗？好了，我看到小朋友拿到了，好了，好，非常好。下一个步骤要小心哦，下一个步骤，好。老师，你把这个拉起来 ，OK， 拉起来，然后呢，中间打开，然后把它按下去。可以吗？老师这边看不到，老师从旁边看不到，老师要移一下哦。好，就做一个这样子的形状。可以吗？可以吗？然后这个折起来，折去旁边。老师折的不是很漂亮哦，因为从旁边看有点难。好，然后第二个，这个也是一样，也一样要打开，打开。折下去，嘿，就这样子，可以吗，小朋友？来，可以的话给我一个 OK。好，就这样子，可以吗？我还没做好，不要紧，老师等你。好，然后这个折上来，这是第，然后。这边全部都要这样子折哦，啊，第三个也一样这样子 ，OK， 好，然后第四个也一样这样子，可以，所以折完了之后呢，你就拿到一个这样子形状的东西。有没有？有没有拿到一个这样子的形状的东西？有吗 ？I cannot， 做不到。好的，老师，我跟不上。好，来，我再重复多一次哦。你们刚才你们的纸张是这样子，对不对？因为这边老师看不到你们，所以我。会比较难一点，要知道你们做到哪里。好，刚才你们的是这样子，对不对？我再重复多一次哦。好，你们最主要做的就是把这个刚才的翅膀拉起来，然后中间手指放进去，按下去，你就拿到一个这样子的形状。旁边这个也一样。手指放进去，然后再按下去，你就可以拿到一个这样子的形状。OK， 好的，可以吗？好，然后接下来呢，老师要做的就是让你们用剪刀从这边剪到另外一边。下面的不要了，我只要上面这个三角形。好，下面那个不要了，我只要上面的三角形。剪了过后呢，会了，跟不到，跟不到可能要看重播咯。好，我做不到，跟不到，好，不要紧，你们等一下可以看重播。好，把下面这边剪掉。OK， 剪掉之后呢，接下来你们有这一个三角形，对不对？好，三角形呢，老师要你们做这样东西。OK，
这个是你的三角形，对不对 ？OK， 然后呢，老师你们做的就是这边稍微剪四条线，你要剪四条或者五条都可以，但是中间要大概平均就可以了。OK， 可以吗？就是这样剪过去，剪四条，每一个都要剪。好，我们先来第一个线好不好？我们先来第一个，好，先来第一个哦，我们先剪过去，一、二、三、四，好 ，OK。其实你可以，只要你的手有力的话，你可以四张一起剪。一、二，只要你没有力的话，就一张一张剪。二、三、四，不要剪断哦，剪断你的圣诞树就没了。一、二、三、四，好。OK， 所以剪了之后呢，你需要做的就是把它拉开，把每一个拉开，因为你一起剪的话它可能会粘着，所以你要把每一个拉开。OK， 你要把每一个都拉开。好。OK。拉开之后你就拿到一个这样子的形状东西。OK。然后你要做的就是你要把每一个都折下来。你要把这个上面这个往下折。你要把这个往下折往下折往下折折到一个这样子的形状。可以吗？好，好，开始做咯。这个往下折，这个往下折。这个往下折，这个往下折。然后第二个也是同一个方向哦，同一个方向。然后这个也是往下折，看到吗？这也是往下折。这个也是往下折，这个也是往下折。所以它每一个都是往下折就对了 ，OK。然后这个也是往下折，可能靠近一点你们会看清楚一点。往下折，这个再往下折，这个再往下折。好，很安静，对，OK， 好，往下折，然后再往下折，然后继续往下折，然后再往下折，看到吗？好，下一张也是一样，全部都是往下折就对了，往下折，往下折。嗨嗨，算了算了，我不要写，不要紧不要紧，大家开心就好嘛，圣诞节。来，往下折，往下折，往下折，再来往下折。OK， 你只要把全部的往下折，你就拿到
老师要教你们做的那个圣诞树了。来，往下折，往下折，可以看到吗？往下折。哎，最后一个也是一样，往下折。往下折，往下折，往下折，然后你帮你的圣诞树打开的时候，它就变成一棵小棵的圣诞树，看到吗？老师这边做了三棵，一棵，两棵，三棵，所以尽量用不一样的颜色来做，你用不一样的颜色来做，你做出来的圣诞树就很漂亮，看到吗？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做的美劳。好，对，好好看，我也很喜欢。好，来，我们来看一下，我有一个小挑战给你们。我做了一个大大个的那个，用这个方式做了一个，用马里拉卡来做。我用两张马里拉卡来做了这一张，这个好漂亮的大大棵的圣诞树，还有跟小朋友去布置这一个圣诞树。看到吗？我的爸爸断了手腕。好，哇，有人成功了，非常棒。好，小朋友，刚才你们看的这一棵呢是很大棵的圣诞树，我要挑战一下，看一下有谁可以比我做的这一棵圣诞树还要大棵，好不好？来，我给你们一个小功课，看一下有谁可以比我做的这一棵圣诞树还要大棵，好不好？来，这个就是你们今天的小挑战。我来看一下有谁可以唱歌，可以做比我更大颗的。这边有小朋友说什么 ，I dare you to dance， 不用怕。我很喜欢跳舞，我很喜欢唱歌。好，来，好，我们下次才跳舞唱歌好不好？今天就不跳舞唱歌了。好，来，今天胖土要给你们讲最后一个故事了。很多小朋友会问我，我要怎么去分享我的快乐，对不对？我在家里好像都不能去哪里，我要怎么分享快乐？好，我给你们讲最后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由我自己画自己写的。好，来，我们来看一下到底这一个三分钟的快乐讲的是什么东西。从前啊，有位名叫阿志的小男孩，他平时呢非常喜欢就是玩电玩、看手机还有看电视机，这个我相信你们很多人都喜欢，对不对啊？不管呢爸爸妈妈怎么劝他，他都总会机不离手的。但是啊，他实在是太喜欢这游戏里面的世界了，他总觉得说这游戏里面的世界实在是太好玩了，对不对啊？我相信现在很多小朋友都很喜欢玩。有一天啊，阿志他就和往常一样，一睡醒了就开始看手机玩电玩，突然间他累了，不知不觉就在沙发上就这样的睡着了。但是呢哪怕他睡着啊，我跟你讲，他还是会对他那游戏世界念念不忘的。这一次啊，当阿志他醒来的时候，突然发现，他来到了这个游戏里面的世界，
他竟然当上了游戏里面的英雄。这些一只只啊，他平时觉得很容易打败的怪兽，突然间他不知道怎么对付他们了。糟糕，这个时候啊，阿志很心慌很心慌，他已经不记得什么方法可以用了，他只有拼尽了全力去跑去逃，拼尽全力的跑，拼尽全力的逃，阿志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救命救命救命啊！他就一直一直的跑，一直的跑，一直的跑，最后阿志呢终于发现到自己已经无路可逃了，很怕自己再也回不去了。小朋友，这个时候你觉得阿志会怎么样？哈哈，你们太厉害了。哈，有人说他在做梦。哈，他很无助的一直嚎啕大哭，一边嚎啕大哭一边在那边喊，爸爸爸爸快来救我啊爸爸。哈，阿志呢哭着哭着又再一次累得睡着了。阿志啊，他在醒过来的时候，他发现到原来自己刚刚在沙发上睡着了，那只是一场恐怖的噩梦而已。但是他还是很怕很怕很怕，他一直哭一直哭，爸爸爸爸你在哪里？爸爸听见了就赶快的跑了进来安慰阿志。这个时候啊，爸爸就跟阿志说什么，爸爸说啊，傻孩子，你呀，就只是在做梦而已，这都不是真的，别怕，别怕啊！这个时候，爸爸就问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阿志就一五一十的告诉了爸爸。然后呢，爸爸就说啊，你看你呀，每天就只会看卡通玩电玩，卡通里面说什么你都不明白，电玩里面学习到什么你也不知道。那还不如用三分钟的时间来做一件能让你快乐一辈子的事情。这个时候啊，阿志就看着爸爸，什么东西三分钟就可以快乐一辈子呢？这个时候啊，爸爸就说，你看对面家林伯伯，他就要去做晨运了，但是你看他的院子里面都是树枝和落叶，假如一不小心啊，他就会被绊倒了。这个时候啊，阿志一听到爸爸说完了这句话之后呢，他就赶快拿起了耙子走到林伯伯的院子，只用了短短三分钟的时间就把所有的树枝和落叶都扫得干干净净的。就在这个时候，林伯伯的家他的门打开了，林伯伯啊缓缓地从屋子里走了出来，看见阿志在为他的院子扫落叶。这时候啊，林伯伯就竖起了拇指对阿志说，小朋友谢谢你啊，你真的太棒太棒了，林伯伯好爱你哦。阿志从此就记得，原来啊，三分钟帮助一个人可以比他三天三夜玩电玩得到的快乐还要珍贵还要难忘。所以啊，小朋友，其实呢，很多时候我们去帮助一个人其实就只需要三分钟，但是我们将会记得一辈子。假如今天你有三分钟，你会希望可以做到些什么东西来帮助别人呢？而且我们还能够从这个帮助别人分享当中得到一辈子的快乐哦。好，胖兔兔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这就是我们今天听的最后一样故事，最后一则故事了。哈，大家还记得这一棵圣诞树吗？你的小挑战呢？我要看一下哪一位小朋友可以比我做的圣诞树还要大棵，还要布置得美美的哦。对，助人为快乐之本。对对对，所以小朋友，记得，其实我们要得到快乐很简单，你只要帮助一个人或者是帮助一只小动物，你就永远都会记得这份分享的快乐。好，我现在就把我的时间交回给 Christine 老师。谢谢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今天来听 p
胖兔兔讲故事。好，我的时间应该没有超时吧。Hello, 胖兔兔叔叔。Hello, 胖兔兔叔叔。太精彩了。来，同学们，喜欢胖兔兔叔叔的故事给胖兔兔叔叔点赞按 like, 按 like, 按 like。我点赞了，我按 like 了。你们点赞按 like 了吗？好精彩哦，今天的故事太生动了。同学们都很听得很入神嘞，还做了圣诞树。好，我们再一次感谢我们的胖兔兔叔叔为我们讲这么精彩的故事。来，胖兔兔叔叔说有挑战对吗？来，这边就是挑战哦，来看老师的荧幕啊，题目就是我与我的圣诞树。胖兔兔叔叔说什么？要比它的大颗，要比它的漂亮美丽哦。所以赶快赶快，我们的截止日期是25号，然后呢成绩会在29号揭晓。我们会选出最大颗最美丽的原创的圣诞树，你不好拿家里那个买回来的圣诞树哦。OK 啊，要做出来的，你要制作出来的原创的，明白吗？要比大颗，比漂亮，比美丽，你还要拍照。OK， 你跟那个圣诞树一起拍照的 selfie， 然后把它给我们上载到我们平台来，我们就会有礼物送耶。Yeah, OK， 这个是给你们的挑战，这个圣诞的挑战就是制作一个大颗漂亮美丽的圣诞树，亲手制作的。所以25号是截止日期，29号是成绩揭晓日期哦。记得记得要参加，可以看。如果刚刚呢跟不上胖嘟嘟叔叔的那个手作的话，那个手工，你们可以看看回去重播，再慢慢的学习。OK， 再慢慢的学习的。OK， 谢谢胖嘟嘟叔叔来了，同学们，好了吗？可以了吗？啊，来，接下来呢？啊，昨天有刚刚有同学问老师，昨天我们的那个问题呀。OK， 答案是什么啊 ？OK， 答案是 C， 他是说那个光环板，如果你要那个雪橇去右边移动，你要用哪一个 block？ OK， 哪一个模块？他是 C， hello code till right。OK， 就是要它旋转去那个右边的。OK， 移动去右边，这个是昨天的题目跟答案哦。好了，今天你如果要今天的。是的话呢，就 scan 这个 QR code， 然后填写资料，记得资料是要全部用大写的哦。还有就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啊，你就可以拿到我们今天的 cert 了，今天的文凭了。来来来，赶快赶快赶快啊，欧行会说我对了耶，我答对了耶，太棒了。来，赶快赶快，这个是送去我们的家吗？诶，文凭的话我们是送去 email， 因为它是 e-cert， OK， e-cert 电子文凭来的。如果是礼物的话，我们都会送去你们的家的哦。是礼物的话就是送去你们的家啦， OK。 好，来，赶快赶快 scan 了吗？你们 scan 了吗？啊，这个的话呢只会到现在是5:34，我们会到5:45就会 close 了， OK， 我们就会关闭咯，关闭就拿不到咯。所以今天有在这边参与我们的节目的同学都可以，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领取我们的文凭啊。记得有点赞按 like 嘛，今天的故事好精彩有吗？好，老师要倒数十声哦，10 9 8 7 6 5 4 3 2 1 day， 时间到，文凭还没有到。文凭的话，你给老师一点时间，会在这一两天会送出去。OK， 你答对了，老师知道。溜加看 ，OK， 要等一等哦，注意看你的 email。OK， 去检查你的 mailbox。OK，email。好，来，明天上什么？明天我们请到的是 Alvin Young 老师嘞，他会来教我们做圣诞剪影。
还记得 Elvin 用老师吗？哟哟哟，魔术剪接还记得吗？ Elvin 用老师他叫我们用手机来做剪接的哦， OK 啊，明天他会上来我们的节目教学生呢圣诞剪影，看看我们的 Elvin 老师要教我们的学生什么东西咯。明天精彩精彩。所以呢，你身边有一些同学朋友他是很喜欢做手机剪接的，他要拍影片，然后他不懂要做怎样做剪接的部分，你明天可以邀请他一起上来哦，明白吗？一起上来看 Elvin 老师会教我们些什么东西好吗？好，期待期待啊， call in 现场，期待期待。好，来，我们就今天的节目差不多了，到这边了，约定你们明天10:20继续在圣诞老人的故乡探险，再做更加多的活动， OK 啊， for the children, for the future, see you tomorrow, bye bye.